哎，签个名呗。好，给我滚，走开，素质太低了。千鹤，你看，太吓人了，什么鬼这是？哎，你看见那个千鹤的微博了吗？热搜啊，陈赫最丑。哎，赫，你谁啊？我是你啊，你看你胖的。 名字都撑开了，不死不活，再吃最后一口，再来一口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你的青春饭已经吃完了。这号你捅了，哎，这一捅啊，是我的青春饭，那。 给年轻人一口饭吃又怎么样呢？我早已经不用脸吃饭了。你拉倒吧！你前一阵在跑男，因为脸丑上的热搜，心里没数，你还是得靠脸。真是，人丑上热搜，这才是实力呀、啊。